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率真谢谢您按时收看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当然我想你也知道，做节目呢从早到晚，每天呢一个礼拜七天呢都会盯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时事的新闻，观察全世界各地，包括你所关心的地区以及你所不太关心地区里发生的事情。我想你常看这个节目，你就知道这个节目呢关心的当然是两岸之间的事情。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看到的是台湾的执政党做的一些事情。我有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不太正常，或者是说这个执政党是不是甚至有一些变态的心理。刚刚巧，今天我就看到联合报，台北的联合报的社论，它的一个社论，它的名字标的就是一个缺乏自省、自我反省、自省只会自夸的政府，是不值得称道的。我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谈到的一些事情呢，跟我看到的事情呢，可以说是非常相似，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只不过他的下笔呢稍微这个怎么讲温柔了一点，不是像我讲的这么样的尖锐。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很多观察在台湾目前执政党的种种作为的人呢，都会，我相信会不约而同的和我有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民进党执政呢的确他的心理呢是有点变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题目呢，请到这个您非常欣赏的张令臻张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对这个事情呢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必须要做一个声明，今天节目的这个标题呢是我下的，并不是张老师下的，所以说你同意不同意呢，那就是我的事情，不是张老师的事情。首先呢，我跟张老师打声招呼，张老师非常的谢谢，非常的欢迎，欢迎上我们的节目。嗨，史东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的，我想就几个我怎么讲的案例啊，来把今天的话题带入主题。我首先把联合报的这篇这个社论的一段文字，我向您以及向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他开始这么说，他说2017年台湾选出的这年度的代表字呢，是一个不见前景的茫，就是茫茫然的茫。到说2018年开年的才一个月，但是从劳基法修法呢，到两岸的 M503 航母路之争呢，以及陈世木出任监委呢，将报复司法的这些狂言呢，乃至民进党发动杯葛台大校长的这种庸人自扰呢，无一不闹得人心纷乱，更遑论要对内死守非核底线的这个蔡英文的蔡政府呢，如今却一改他的态度呢，要开放日本核区的食品进口，把人民推入了食安的险境。这个春节呢，除了台商归乡之路的遥远之外呢，一般的民众恐怕也很难得到他的太平乐业。我想几个议题他提到的台大校长这个事情，我们就节省时间，我想张老师您也是台大的教授，对这个事情你一定有些贴身的感受啊。能不能谈谈这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台大这次遴选校长这个管爷啊，他能够脱颖而出啊，以黑马之姿啊，能够成为这个台大的校长，我觉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台大是一个非常重视血统纯正的大学啊，大概历任的校长都是台大出身的，毫无疑问啊。所以像这个管仲勉，他基本上不是台大毕业的，他自己说他年少轻狂啊，不怎么爱念书啊，整天都是迷得打电玩啦，或者是到大学之后迷得打麻将啦。他大学练的呢，也是大家觉得并不是很突出的这个私立的中国文化大学，至少不能跟台大相比。在一般台湾人的眼光里头，觉得台大跟文大都是最高学府，但是文大的最高是高在他是在阳明山上，在山上这个位置上。这个就是高度上头比较高，
那台大的高呢是说他的学术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台大这一次能够就是打开这个门户啊，让一个不是台大毕业的，而且显然有一些色彩的是蓝色色彩，我们知道台大校园是比较绿的了哈，这个它是有点蓝色色彩，而且曾经在马英九的这个当总统的任内呢出事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啊，能够在众多的角逐者当中以黑马之姿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那是要给台大大大的按个赞，就是说真的台大是为人才是问，尤其今天的校长跟以前的校长不一样，第一个你要有管理的常才，第二个你需要有募款的能力，因为现在大学校园都是喊穷，学费不准涨，杂费不准涨，补贴减半，然后呢一半的钱你得自己去筹，所以现在每个大学都要学着做生意啊，要去募款，所以没有募款能力的人是没办法来当这个校长的，那这是两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光是有前面两个条件不够的，那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台大能够在这个大学的这个排名，在学术界的地位能够往上提，你能够跟国际接轨，而且能够就是让台大的学术研究啊，学生的学习啊，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个好挑的担子。所以虽然竞争的人很多，但是最后管仲民脱颖而出，我想大家都是着眼于我刚刚讲的几点，管仲民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这个魄力，还有他对台大的期许能够兑现的程度，我想一定是超过其他几位候选人，否则的话他是不太可能确评中选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管仲民当选之后，我们看到民进党他的种种的这个反应啊，就他的成员呢，我觉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我想始终你可能最近看到有一个网络上流传颇广的笑话，就是说台大怎么会选出这样一个校长呢？我们要怎么处理他？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他斗臭啊，斗臭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难而退，知难而退，而且社会舆论给他很大的压力。斗不臭他怎么办呢？那斗不臭他的话就重新来遴选呢、那重新遴选还是他怎么办？把遴选委员通通解聘，再重新聘一批还是他怎么办？那简单了，官派呀、官派就是一定是民进党中意的人。所以你看到网络流传的这个笑话呢，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管仲民他是很得人望的。所以民进党这一次在管仲民身上做文章，有人戏称叫做要拔管呢、我看是很难给他拔掉。因为这个遴选委员会在民进党的压力之下重新又开了一个马拉松七个小时的会议，结果大家还是觉得在1月30号开了会议之后呢，大家还是觉得管仲民的出现丝毫没有问题，他是规规矩矩的当选。所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对民进党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因为他的吃相真的是难看，而且你说校园自主、大学自主，现在你民进党要把你的这个魔掌深入到台大里头来，因为台大历年来说的话，好像对民进党都是有相当的这个就是重视的，所以这次居然是不管民进党的意见，选了一个民进党不能接受的带有蓝色的色彩进入台大当校长，所以他们的反弹呢，你想见他的手段呢，到没有法反击，而且民进党伤得很重。
有几点事情我在这个太平洋的这边呢看得不太清楚，我相信如果我不清楚的话可能也有很多观众不会很清楚，那就是这次的校长的选举非常明显的对民进党来是个意外，甚至我觉得对非民进党的都是个意外。然后我又看到报道说原来这个是李远哲属意的两个候选人希望能够选他为校长，可是这个您提到了管中明就是管爷他这个选上了，这里面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意外之中的意外呢，还是他显示了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张老师，我觉得其实民进党才真的是大力的在挺他们属意的候选人，嗯，譬如说中研院的副院长一位女士啊，也是候选人，嗯，中研院的院长还当了这个遴选委员，嗯，这次呢，他们翻这个管爷的账，说，哎，你是某某公司的独立董事，而那个某某公司的董事长就是遴选委员，所以你有问题。如果这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中研院的副院长来选台大校长，而中研院的院长是遴选委员会的委员，那不也有问题吗？只是因为他没当选所以你没掀他。嗯，事实上我觉得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一次管仲明他去这个参与这个台大校长的遴选的，他是抱着姑且一试啊，不成功无所谓，至少我把我的大学治校的理念呢，对教育的这种想法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是我一个发声的平台管道，所以他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试一下。大概没什么人会看好管仲明会当选，我刚刚已经讲了，嗯，他不是台大本科毕业的，好，不是从台湾大学毕业，后来也没在台湾大学念书，只是后来到了台湾大学教书而已，那跟台大就可以说没有血缘关系了，所以基本上他的颜色不对，他的这个成分不对，没有在台大，没有在台大的这个履历不对，那再加上他这个人也相当有自信啊，所以也直言直语啊，那么也相当臭屁啊，所以还是说爷们儿不怕啊，这个话是大家就是觉得说很传神的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谁会认为他会当选？没人认为他会当选，而没人认为他会当选的居然当选，那你就可以说这个遴选委员会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平性在。好，在15个遴选委员里头，他是以8-7的这个票数险胜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里头是经过非常长的这个辩论啊，角力之后，他还能够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不简单，表示说他是真的够格当台大校长。嗯哼，那我进一步问张老师，你认为这一次管爷当了台湾大学或者选上了台湾大学的校长这件事情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慢慢就是说在很多问题上头回归比较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好，你譬如说大学治校，那你当然是谁来当校长要由大学来决定。好，那么这个人选对不对，你要从这个很务实的角度去做考量。好，那我想管仲明他那么年轻就当选了这个中研院的院士，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学术界的地位，受人肯定的，而且他是曾经他自己毫不讳言他年少轻狂时候的那么多的荒唐事，然后到美国之后他这个念书很吃力，因为他大学没好好念，都在打麻将嘛，所以他必须去大学去补课啊。他是一个青年人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你这个不是像这个父兄啊师长啊所期待的那么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没有关系，你曾经错误过，但是你一旦回头你能够加倍的努力得到你所这个从事的那个行业的认可，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所以我觉得管仲明有很多方面，他的学术地位，他的人生的这种曲折哈，到他的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样的一种气概啊，到他现在对自己的期许，对台大的期待啊，希望能够带领台大走出目前的这种困境。我觉得这个表示说社会对他有相当正面的一种看法。你可以看到这个罚管的事件出来之后，台大有几千名的这个学生就是校友了哈，校友还有400位的这个教授们联署声援他，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相当有人望。张老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我觉得是我非常的同意，非常的同意，而且就是因为他有这种情节，所以说也比较容易感动人，你觉得是吗？ 对不对？是是。还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也知道，我一定会问，就是您对这个管爷做校长有些什么期盼没有？当然我们现在都觉得说大学像台大它现在最大的一个困难分几方面了哈。一方面就是说当然你有资源投入，能够给教授更多的资源，他可以去做研究啊。那当然他就会比较有研究成果可以呈现。如果他今天要在实验室做研究，他这个没钱，这个仪器没钱买，那个材料没钱买，那这个就做的会很辛苦。所以要募款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台湾有一个很大的迷思啊，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齐头主义，它不是立足点的平等，它是齐头的平等。所以以前这个教育部说哦，5年500亿要重点补助一些学校，马上就有人就是起哄说怎么可以台大分那么多呢，怎么可以那个重点学校分那么多，私立学校就没有了，公立学校都分光了啊，就是要大家雨露均沾。那大家雨露均沾的结果就那一丁点钱，每个人都要喝一口粥，那当然那每个人碗里头就只能分到一两汤匙的粥。所以不是重点培植。你来看这个其他国家，你就说美国常春藤这些大学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啊，这个学术排名那么前呢、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募款的能力相当强，太多的校友，太多的企业家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的财产当中非常大的一部分捐献给他们所出身的名校，或者是他们有期待的名校。好，所以美国常春藤这些学校根本没有什么募款的困扰，没有什么钱的这个困扰在啊。那可是你再看，你看大陆也好，大陆他也不能雨露均沾给所有的学校都一样多的经费，所以大陆他有这个重点学校，好，重点学校得到了这个国家的补助啊，帮忙啊就会比较多。所以台湾现在因为在齐头主义之下呢，就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学费还不准账，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靠募款。那我想这个管仲明呢，他既然能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说他不要跟台湾的其他的大学去争教育部那么一点点补助啊。我是龙头老大，我做给你看，我去募款。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出来，一定是心里有相当的底气在。好，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有底气，有魄力，而且有这个自知，就是说我龙头老大，我做给你们看。好，我不跟你们争。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蛮佩服的。那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在这个国际上头争排名，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有的时候是陷入某种迷思哈。因为大学现在大概都在拼写论文，当然写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论文是一个研究的心得的呈现，
你没做研究，你当然写不出论文啊。你对你心得嘛，那你的论文呢被引述的机会也比较少啊。所以我觉得要奖励这个同仁们，就是台大的教授们继续研究啊。那有心得要发表，那么能够在这个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头能够被大家引述，使得这个台大的这个在学术界的这个这个就是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能够拉升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研究之余，因为台大应该是说它应该是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它应该兼有教学型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我觉得教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了很多所谓研究型大学，他都去，教授们都去做研究，学生们呢就被放牛吃草，你能吃多少是多少，你吃的草是有用的肥沃的草，还是说很贫瘠的草，这个吃的是不是过量还是不足，这个没人去管你，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研究固然重要，教学应该要并重。这个也是我期许这个管校长他就职之后啊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同时呢，大学培养人才，其实我们中国人啊从自古以来啊都是希望培养全才。好，大学其实是一个老实讲，你要再上层头才能够去做专才。嗯，你要去读研究所啊，就是就攻硕士攻博士你才是专才。大学是一个就是一个通才的培养场所。我刚刚说我们中国古代就是说礼乐射御书数啊，就是通通你都要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学也是一样啊，应该要德智群育啊要并进。所以我觉得台大不乏聪明的学生。非常聪明，甚至于老师你不用教他，自己看看书他都会。但是我觉得你培养聪明的人才的同时，你要注重他的德育。好，我觉得现在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堕落，为什么会这么混乱，你看这个政坛上头的这些人都很大一部分都是台大毕业的。那就是我觉得他们聪明有，但是他们德育的培养不够，他们觉得道德是没关系的。可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起，台大应该注重德育。德育不是说随便导师打一个操行分数就算了，其实你要培养学生他的社会参与，社团参与还不够，还有社会参与，还有对这个社会议题能够导引他们有正确的认知，你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啊。我们现在学生的在地观很强啊，台湾的事情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可是国际观是没有的。可是你台湾不是在真空里头生活的，你将来是要在国际上头立足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觉得大学校长应该培育学生的品德，应该培育这个学生的视野啊。我期许管校长上台之后能够让我们在这些方面看到耳目一新的做法。嗯嗯，我一面在听你讲张老师，一面在想他这个担子不轻，而且这个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用指望这个教育部或者中央方面对他有任何的帮助啊，甚至你可以指望一些他以为是他朋友或者同志的人在一旁看他的笑话。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张老师是不是同意，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管校长如果他能够真正做到像至少他有这个企图心做到像你对他的期盼的这种要求的话，那的确会是一股清流。只是我很怕，而且我觉得几乎是
95%以上的机会在这股清流会被人家切断。我是太悲观了吗，张老师？你知道吗，这个尼采说啊，就受苦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嗯，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真的是都是受苦的人，因为我们被这个这个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嗯，而且被政府的胡作非为搞得就是通通都觉得心灰意冷。嗯，好，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越要自我惕励。好，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放弃对这个台大的这种期待。我觉得如果管校长能够我知道他一定晓得如何去感动人。嗯，好，因为他自己的故事就很令人感动。对，好。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在校内纠集一些同样对这个线下台湾社会的千奇百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所不满的教授，能够出面来支持他，这样的教授我觉得是蛮多的。Okay. 所以我觉得管校长的任务非常艰巨，担子非常沉重，但是我觉得大楼盖一个大楼要从根，他只要先垫一块砖，好，先垫下，先把地基挖起来，一块砖一块一块砖，一根钢筋一根钢筋，这样子插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大楼是会慢慢盖起来的。好，所以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总是要有人开步走嘛。所以我觉得我对管校长还是充满期待的。嗯哼。希望这个台大精神不死啊！希望管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台大能够再度的发挥他的光亮。这是我虽然我不是台大人，但是对他的一个期盼了。换一个话题，我们谈一谈这个妇联会的事儿，好不好？好。哦，在我谈妇联会这个事之前，我先要。再把一句话再附在这个台大校长的这个议题上，就是好像2月1号他已经，今天台北已经2月2号了，他没有办法上任了，对不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还没看报纸，还没看报，太忙。至少到本来说希望他22月1号能够上任，现在就是2月2号还没有消息，所以我们继续的观察一下。能还会拖一两天，教育部反正能够拖就拖。嗯，这样子，好，我们再把话题带到妇联会这个事情上。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呢，也不用我向我的观众多做介绍了。基本上自从民进党这次上台之后呢，所谓的党产委员会的等等等等，对于一些他认为是国民党的所谓的附随机构呢，都是一个一个的砍杀。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今天我在上午准备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张老师，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他成立党产委员会，然后起草立法这个转型条例啊，基本上头都是。不合法的都是蛮干的，好，因为这个党产委员会你是权力无限大，嗯，它有行政、立法、司法所有的权力，表面上它没有，实际上它都有，好，因为它想要什么法，立法院就会配合它立什么法，所以这个党产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太上。的违章建筑，它本身是值得探讨它的合法性。第二个呢，转型条例的合法性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很多这个法律的原则，它把它推翻掉了。一般来说的话，法律是不溯既往，你现在立个法，只能对未来来执行。否则的话，我们怎么相信现在的法律在一年、两年或者若干时间之后
会被推翻，然后会被溯及。譬如说我今天这个男女两个人结婚了，你现在立个法说这个是不合法的，要同志结婚才合法，这当然很荒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换个例子来讲，他可能立个法说，哎，同志结婚之后，好，所以这个同志的那个任何一方配偶走之后，他的留下来那个配偶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好，往后实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因为你们都清楚，然后这个两个当事人的家庭也都清楚，这个我儿子的这个配偶或者我女儿的配偶他是可以继承家产的。可是如果你说我回溯比较多，我回溯五年他们都可以继承，那就乱了套了，因为已经继承的财产都分配出去了，你现在跟他说要回溯，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回溯既往的，但是他们把这个通通推翻掉了。好，法律的规定一定的这种法律规定，它的就是说追查的年限是有一定的，就是说你们交税。交这个各种各样的税，好，他名义上头是说我要追五年的税，可是基本上你大概要准备七年的这个税单，通通不能丢掉，你要保存好，因为到时候他如果跟你说你没交税，你不可以回答他说我用哪个银行的钱，已经在什么时候已经交过税了，你去查你自己的资料，你就可以查得到。那对不起，我不查，你拿你的凭证来。好，所以你说追五年，我准备七年够了吧？可是你看看他现在的这个转型条例的立法，他是追溯到1945年开始起算，然后到这个李登辉上台就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立法的依据是什么呢？你怎么可以追这么久呢？好，你这个是就说这个立法的它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违背法律的规定，所以转型条这个条例啊，它是合不合法，我觉得是要请我们的大法官释宪，没释宪之前你是不应该执行。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大家都觉得挚爱难行，可是他就蛮干了，他要把你国民党算就算掉，然后你根本跟国民党没有关系，或者曾经有过关系现在也没关系了，他照样通通都给你扫掉。你比如救国团，对了，以前是蒋经国他发起来成立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这个法人了，跟这个国民党毫无关系了，但是他要追溯回去。那至于妇联会，从开始就不是国民党的，他是蒋夫人为了支援抗战呢，发动妇女出来啊，来帮助这些这个军人呐、军医啊，这个宣传各种的抗战的理念啊、等等的啊。到迁台之后呢，他也是做慈善的，照顾这个阵亡的将士的后代，给他们办个学校，让他们能够上学，好，办个医院，让他们能够去就医。那这种东西怎么会跟国民党党产有关系？但是现在是不容你分说的，他说你有关系，你就有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基本上我就觉得他是违法，是倒行逆施。所以你叫我怎么评判他？我觉得今天所作所为都是天理不容的。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国民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自身都难保啊，就像今天妇联会一样啊，他们说有鹰派有鸽派，国民党也是一样啊，因为我投票投不过你，所以你成立了党产委员会，成立了这个转型条例，来让转这个党产委员会的这些决定通通就
民进党的观点看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国民党能够跟他抗争什么呢？国民党没办法，因为现在权力在他的手里。你没听得见，我最近就是有人，我都不怎么看，但是别人都会赖给我啊，传给我。嗯，我最近又有一个朋友传给我唐湘龙一篇文章。嗯，唐湘龙说，我如果要见到马英九，我要问马英九一个问题。我问他什么呢？就是说，你做过总统吗？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马英九做了两任总统，怎么没做过呢？可是唐湘龙眼里头，马英九是没有做过总统的，因为你看看人家蔡英文是怎么做总统的。